给你个磨牙棒，给磨牙能开牙不要给家呗，你磨牙能开你给家给我整。大家好，我是婷婷，今天妹妹过星期呢，然后把妹妹接过来了，现在有点晚了。今天晚上吃啥饭？咱们豆宅。豆宅豆宅豆宅，又看你又想吃啥。那个说个想吃的。对，比如说米饭啦，火锅啦，焖面。嗯，你说新校的那个焖面这段时间给都那叫啥入伙。分享到这里了，拜拜。